叶上的疤痕记录了这样的场景。火神仙相信战争和灾难更容易唤醒人们最深刻的记忆，他让考古学家在战场上遭遇自己的爱情。微风起的深深的掩埋，遥远的问候，他听不出来。梦醒之后，一片空白。透过沉沙弥漫的不安，晚霞映出美丽的色彩，手指触摸亲热的地带。唯有情人去将心怀大海，一生人间。